唐吉彪先生今天要离开首尔，这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要好好做个了断，你才会真正的完全忘记这一切。代表怎么会突然来这里啊？哎呀，我真的快要被逼疯了。我跟哥在15年前就已经约好要结婚了。哥，你是我的。老婆住手。月桂树西装店的绅士们，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，东森戏剧台。